看好目标，将叶仔饲落，一包饼就轻松叶出来。少年人爱耍的叶红啊，期待即马连六零长辈嘛来体验。嘉义市六零学习中心推出全新的免费活动，将红啊期待搬入去社区活动中心，由专业老师指导叶物件技巧，透过叶红啊的过程训练长辈手眼协调性，对减慢失智镜头真有帮助。爱动动脑筋啊！哦，第一，你就爱决定你要用拉还是要用剑。啊，第二，你若要拉吼，爱对对一个方向入去。中间的一寡技巧吼，爱动脑筋、动手啊，手脑要协调。台湾有很多的老人哦，不想出来，有这样的一个嗜好的话，他就会经常的到社区来走动。叶红啊，不再是少年人的专属活动，就算是长辈，也伫咧叶红啊的活动当中得到成就感。嘉义市六零学习中心提供红啊和刺绣啊，予长辈来体验。两礼拜了后，阁要举办比赛。活动一推出，报名就马上满。长辈表示，叶红啊需要动脑筋，思考要安怎叶，训练手脑并用和手眼协调性。然后他要站着，手跟脑要并用，同时站在视力上，他一定要判断。所以在他的操作当中，对于他预防失智症是绝对有帮助的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很兴奋呐、啊。啊，也确实对预防失智非常的有帮助。我们最重要就是培养到我们的记忆力之外，还要注意力、眼、手都要有协调。叶红啊的期待，伫街头巷尾拢会当看到。长辈学习叶物啊的技巧了后，未来嘛会当促进长辈多多行出来外口和别人互动。长期下来，对长辈的慢性病和失智症头，拢会当有效来减慢。记者邱淑信采访报道。